第五大道 Birdoskoma 嗰度橱窗啦，真系非常之靓。咁啊，坐落去五十八街。亦都有一个咧好靓嘅施华洛奇石嘅水晶灯，见唔见到呢个嘅雪花？远处见到嘅咧就系 Tiffany 啦，有啲珠宝首饰啊，年轻人都好喜爱嘅款啊。继续咧睇埋呢一个嘅 Bird of Goldman 嘅橱窗先啊。嗱，呢个有少少木马屠城记嘅 feel， 真系好靓。再望下有啲咩送俾人，哇！好有立体效果，以及咧五光十色小粉面啦。